看人家，哟，这一看就练家子啊！哇，练啊！你叫李建荣，对。你叫张海燕，对。你们是哪里人？山东德州。德州的，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30。30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30岁作为杂技演员已经是，高龄杂技演员了，是吧？算是吧。那你们团还有继续演杂技的比你年龄更大的吗？上面这个大兵老师，你能快点问吗？人家都支持不住了。你呀、啊，我，你多大岁数？我32了。32了啊？那32的你踩在30岁人身上，你也忍心啊？你还是下来吧，还是下来吧。天哪！哎呦喂，实在是累的。你们结婚了吗？我们都有孩子了。都生孩子了？哦，你孩子多大了？6周岁了。6岁了，你孩子呢？4周。哦，这都是妈妈级的这个杂技演员啊，很难得很难得。现在你们还能够表演。那下面你们给我们表演个什么呢？蹬板凳。蹬板凳。对。大家看啊，它这个平衡完全是建立在这个底座的两条腿上。哎呀，还要再保持平衡。
上杨丽伟了。哎呀，哦，还要做一个平衡。您刚